been out of my head. Can't get out of bed.星期六就是亲近大自然，这也太亲近了。我们现在要开始走 trail 喽。就很好走，对，而且其实今天人已经算多了，但我觉得还好。我像鬼，推荐过来，非常之不错，而且就很绿 ，like 净化你的眼睛 and 你的心灵，对不对？
呼吸新鲜空气，吸氧。小时候的回忆耶，中华，对啊，而且一定要用二 B， 二 B A， 它是 H B H B， 通常用那种红的中华铅笔，你记得吗？这个也是中华，不是，这种通常用二 B， H B 是红黄的。肉不是靠东的，再提示一下，江浙吗？对，江浙沪。宁波吗？不是。江还有什么？南京、苏州？不是。那是哪里啊？我是温州的。杭州哦，温州。很近了，杭州，你看到杭州已经很近了。去上课就突然做这个。今天走太多路太累，所以就来马杀鸡一下，让我们来体验一下。The next morning.吃早饭，好多人。可以吗？牛肉卷饼来一个吧，是吗？可以可以。然后可以放黄韭菜，什么好吃啊？我拍视频吗？可以，很满足的早餐。钱还少，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有超足哎，我感觉我们点太多了，我也是。其实温州只有好吃的，看没什么好看的，没什么好玩的，嗯。还有剑蛋山，就是温州那个鸭舌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鸭舌。Thank you.
算一点，现在起码能见度为200，刚能见度是100。现在去逛街，我本地人被嘲笑，带着光，对。酸奶的感觉，大家都吃现在吗？好吃，推荐。真的是每人一条，每人一看就这个辣椒。